131，《苹果日报》2007年7月12日报章 ，E11 名彩论坛 ，GG 细雨败咗丁山，香港医疗就是好。7月1日清早接到电话，立即赶去威尔斯亲王医院探病。8点半左右，与一大班人到医院餐厅食早餐。都是第一次在那里吃嘢啫，只见地方宽敞，食物款式不少，汤和粉面齐全，价钱不贵。座上有不少看护与工作人员，上起报纸报道前线医护人员不满薪酬，七一上街游行，医生又争在伊丽莎白医院正在要求加薪。医管局总裁苏利文讲到背后有政治因素咁紧要，于是周围望，睇下啲医护人员系唔系黑口黑面，情绪有待发泄先。咦，唔系啵，差唔多人人笑口常开，又倾又讲，满脸自信之色，士气甚高。可能香港人够专业精神，争取加人工系一件事。翻工时候态度认真又是另一件事，唔会公私不分，将啲怨气带返医院之故，惯咗边食边睇报纸。於是到7至11买份苹果望客，店员话冇晒娱乐版，要唔要？佐丁山甚少睇娱乐版，冇相干之志，点知坐低之后打开报纸。连财经版都欠奉，呢间7至11卖报纸搞边科呀？医院 canteen 内好多人睇紧报纸，只见到两份畅销报啫，非苹果即比，又以苹果占多数。医管局公关大员发布消息，卖告白之时，请注意客，翻到名菜版，又有咁啱嘅。陶极是日写香港医疗，讲到英国撤出香港最伟大的成就是留下了一个远东最好的医疗制度，但香港的政府医院其实还很优秀，至少今天 T 还很好，将来老了就移民加拿大吧，讲得好好啫。近几年佐丁山去过几次威尔斯亲王医院，回归十年仲未改名为沙田第一人民医院，每次都觉得自己交税交得好有意义，觉得香港医疗好一流。我哋嘅公立医院、私立医院共存嘅混合制度，其实好过加拿大。老咗不必为医疗而移民啊！大记者去完美加旅行回来，漫画改编生活他条，环境优美，但华人有事入医院，往往讲唔掂英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都系喺香港睇医生更自在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不是在美加长大受教育嘅，叫你用英语形容俾外籍医生听，我条腰有啲酸，膝头冇力，背脊阴阴痛。心口翳闷，兼且呼吸不畅，调气顶住，你会唔会投降啊？讲广东话系好啲。